做到每度电最低只要5.75块，相较台电之下，比台电便宜10%。科技的朋友大家好，那大家可以看到那个 Meet Taipei 已经开始了。 Meet Taipei 是全亚洲最大的这个新创展览，很创新，那你来这边看都会有不一样的经验。那这次的活动是11月19到11月21号，欢迎大家星期六放假的时候可以来这里逛逛啊，看看展览，然后看看科技会怎么样改变你们的生活。最重要的是记得来旭星科技的摊位哦，旭星。